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展開訪問北京的行程。陳茂波朝早離開酒店，前往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，同行的還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等。訪京行程包括拜會財金、商務和科技等相關的中央部委和機構，討論共同關注的事宜，並加強交流和合作，更積極推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。陳茂波亦會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，星期五回香港。